下一个景点就是 Blue Spring， 下一个景点就是 Blue Spring， 那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浮夸，超级蓝，那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浮夸，那个水真的有点浮夸，怎么水可以这么蓝？但是我十天回来才发现，原来纽西兰每一个，原来纽西兰每一个有水的地方都非常蓝。那 Blue Spring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没有什么 Blue Spring 我觉得没有 Blue Spring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没有什么动物，你也看不到 Blue Spring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没有任何动物，也没有任何的鱼，你只看到很多蚊子。 Blue Spring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 Blue Spring 我觉得它很特别。 Blue Spring 我觉得它很特别，除了它的水很蓝以外，它好像没有什么动物，然后也没有鱼，它只有非常非常多的小黑虫。 Blue Spring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除了它水很蓝，水很清澈以外，它没有什么动物，它也没有鱼在里面游，它只有超多蚊子一直狂叮你而已。Blue Spring 我觉得最特别，除了水很蓝，树很高，那它 Blue Spring 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它 Blue Spring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 Blue Spring 我觉得它除了Blue Spring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除了它水很蓝，树很高以外 ，Blue Spring 我觉得它很特别，就是它水很蓝。Blue Spring 我觉得它很特别，就是它除了水很蓝，很干净，树很高。我觉得 Blue Spring 除了 Blue Spring 很特别的 ，Blue Spring 很特别，就是它水很蓝，很清澈，然后树很高以外。它旁边没有什么动物，它水里面也没有鱼，很神奇。Blue Spring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的水很蓝，很清澈。那水 ，Blue Spring 我觉得它很特别。Blue Spring 我觉得它很特别，除了它水很蓝，然后 Blue Spring 我觉得它很特别，就是除了 Blue Spring 我觉得。Blue Spring 我觉得它除了水很蓝很清澈，那树很高以外，它几乎没有什么动物，那你也没有看到水里面有任何的鱼在游，很神奇，你只看到很多很多的小黑虫一直狂叮你而已。但是它的步道，但是你人可以走的步道，真的算是还蛮短的，我觉得。但是你人可以走的步道，我觉得是算还蛮小的，就没有到。那人走的步道，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短，应该不到一公里而已，就很短很短，你就是环着 Blue Spring。一公里，那我觉得他，我觉得 Blues， 那我觉得他人走的步道真的算还蛮短的，没有很长。那我觉得他人走的步道，我觉得他人走的步道有点短，就没有，我觉得他人走的步道非常短，我觉得他人走的步道非常短。那我觉得他人走的步道非常非常的短，我觉得他人走的步道有一点短，就你只看得到很清澈的水涨而已，所以我只给 Blue Spring 两颗星，三颗星。但他人走的步道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短，就你只看到蓝色的水就这样子，
所以我只给 Blue Spring 三颗星。那下一个景点的蛙，